朱迪的分享。我回来啦，外婆，我肚子好饿啊。外婆还没接到猪来吗？猪来，外婆。现在整个房子都是我的啦。我要去拿爸爸的虚拟眼镜玩。平时总不让我玩这个，我倒要看看眼镜里面有什么。这是什么啊？哇，彩虹饼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皮埃尔叔叔从法国带回来的礼物？草莓味，棉花糖味，椰子味，黑巧克力味。不要不要，我最讨厌黑巧克力了。草莓味，棉花糖味，牛奶味，椰子味。等猪来回来一起吃呢，可是每个味道我都好想吃啊，等猪来回来我就吃不到所有的味道了。不行不行，还是等猪来回来。是你们自己没回家的，不能怪我吃掉啊。姐姐姐姐，我回来了。就是这儿。姐姐，给你，我们一起吃小猪馒头。我要做作业了，你出去玩吧。好吧，姐姐，你尝尝，可好吃了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快出去吧。好吃吗？妈妈说要分享哦。一点都不好吃。如果说分享是快乐的前提，那么朱迪现在有点不快乐。欢迎小朋友们来到朱迪与猪来的家，今晚你们将在这里分享美好时光。对了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分享，那我们就开始分享吧。那就从我这儿先开始，这是我分享给大家的鲜榨果汁，请慢慢享用。我分享了我的脸给贝贝，你们看他是不是很像我？我也分享了我的发型给宝宝，你们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这是专属于双胞胎的分享啊。这是我爱吃的包子，今天带了好多，分享给谢谢和谢谢给谢谢给谢谢。我一半，这也是分享。给肉丝和猪来32个赞。猪来，我再给你一个大拥抱吧。哇，你们看，朱迪分享了颜色。哇，姐姐，你好厉害啊！朱迪的分享很有创意哟。可是爸爸，我们为什么要分享呢？分享啊，它可以让快乐变多，也可以让悲伤变小。今天我们6个小朋友都进行了分享，是不是获得了6份快乐呢？是啊，是啊。分享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。分享啊，它可以让快乐变多，
也可以让悲伤变小。直接给你，我们一起吃小猪馒头。朱迪满脑子只想着两个词儿：分享和彩虹饼。这两个词看起来如此格格不入。我记得我是放在这里的呀，怎么不见了呢？真难找。这时的朱迪一定忘记分享这个词儿了。玫瑰花的味道好香啊，朱莱，你闻到了吗？闻到了，真香啊！妈妈，是不是很好吃啊？真是太美味了。爸爸，你也快来尝尝吧，太好吃了。完美呀！让爸爸妈妈和朱莱都尝尝，可是现在我吃了一颗，怎么好意思拿出来分享呢？现在对朱迪来说，最痛苦的是不敢和大家分享，这真是最大的惩罚啊！小明。这你大清早叫什么呀？这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不就是彩虹饼吗？吓死我了，我刚做梦，梦到我在考古，一不小心摸到了一个机关，然后闹钟就响了。你昨天不是说皮埃尔从法国带了一份礼物不见了吗？是不是这个彩虹饼呀？这么精致，我可不会做。我也不知道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，皮埃尔可神秘了，他说这是给朱迪和朱莱的惊喜。啊，宝贝们，天亮了，该起床了。哇，这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吗？笨猪来，又不是圣诞节，哪里来的圣诞老人啊？猪来今天起得真早。咦，这是什么呀？妈妈，你看，真漂亮，一定很好吃。是呀，那你就吃吧。对呀，吃吃看嘛，真的特别好吃。我要和姐姐一起吃。我才不要呢。我们家猪来长大了，但是要刷过牙才能吃哦。快去刷牙吧。遵命。朱迪，该起床了，不然要迟到了。知道了，妈妈，你先出去吧，我马上就起床。朱迪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姐姐，你快看，爸爸妈妈还有我，早上起来都收到了一枚彩虹饼。妈妈说这是小仙女送给我们的。爸爸是蓝色的，妈妈是红色的，我的是绿色的。姐姐，你是什么颜色的呀？我是粉红色的，但是已经被我吃掉了。我还想尝尝姐姐的呢。男孩子吃绿色的，女孩子吃粉红色的嘛。妈妈说的对。来来来，大家尝尝我这块蓝色的。好吃好吃，我这个味道也不错。来，朱迪朱莱都尝尝。爸爸说的对，分享可以让快乐变多，而且多好多。
分享是一道简单的公式，只要你解开了，便会得到无尽的喜悦。